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油面筋塞肉。先打猪肉馅，200克黑猪肉加上一小把黑木耳，放点葱末，加2汤匙酱油，2汤匙米酒，1/2汤匙芝麻油，1汤匙味淋，用小 chopper 搅拌成肉馅。然后取出之前做的免炸油面筋，用筷子扎上口，然后一点一点往里面灌肉馅儿。灌的过程稍微花一点时间，灌好以后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在盘子里面，盘子是放在蒸锅里面的，这样全部灌好以后就可以蒸起来。用大火蒸20分钟，这样油面筋就做好了。谢谢收看我的视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